嗨，我是小神，当我的世界武器所有玩家拥有超能力，他们只要按蹲键就会获得一秒钟的生命回复效果。这么多名玩家只能剩下一位，游戏才会结束。那这名玩家会是谁呢？哦，对的，这期视频点赞4444，立马更新下一期。这是一个全新的体验，蹲着，但是现在看不出来蹲着会打血，要等11分钟结束了。还是老规矩啊，拿下我们的新手大礼包啊！啊，忘了告诉你们了。为了防止这个水会把我们这个世界给淹没，所以我把这个外面的水给它清除掉了。同学们，加血是这样按的，这样按一下子就好了，它就会给你加一秒钟，抓狂点就可以一直加血啊。但是要是你的人被人哒连起来的话啊，你是加不了血的啊。连起来的时候，脚离地的时候，你一直按蹲键你是没用的，它是加不了血的。MC 你不知道的冷知识。我们要做一个这个堆肥桶，这里放一个堆肥桶，这样放这个沙粒，丢，哎，哇 ，go， 这样好吗？这样真的好吗？奇怪，这里有人大陆的痕迹，为什么没有人挖钻石呢？还是我的眼睛准呢，我的老铁，眼神准，我鱼骨都不行啊，鱼骨那都是。多少年前的那个挖法了呀，对吧？已经落后了。先简单的做一身装备啊，先穿上，然后再把这个膜呢给它敷一下。小心给点苹果。我都成什么样子了，我都没吭声，你就差个苹果，你给他说啥呀？这模子还用苹果吗？对呀，这模子不需要苹果的呀。No， 还有3分钟。没事，我就不相信这个鞋，兄弟们，我就不相信我前面没有钻石，我就不相信。哎呦，不挖了，我们上去吧，我们直接上去好了。这是我的装备啊，同学们，非常的顶啊，说实话。那么我把这个5个钻石啊，我来做什么呢？傻瓜，肯定要做这个呀，对不对？你们以为我是真傻吗？我上来了，哦，明天就在我的后面啊。那么丢点垃圾物品吧，因为等会儿好捡装备。这一把我觉得我就靠捡别人的装备哦苟活了。人呢？我怎么找不到人呢？好奇怪呀，不容。啊！为什么我有水啊？下面 ？No！ 蹲呐，蹲！你为什么没有蹲？怎么？你是在卡点吗？这个清理物品。啊，那是什么？哎呦，那是什么？哦，你们在干嘛？你们搞这个干啥呀？这有用吗？哦，你是怎么获得的？你是怎么获得的？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走了，打人去了，给你好了。我不要，不要，哎，丢错了，给你。看到我了没有？给你来一个性感的舞姿。谢
险！哦吼！不行不行，我先撤，我先撤。这里不适合我，这里。我装备都没有一个完整性的装备，全部都是耐久很残的。哎呀，你们在干嘛？我看到有些人联盟了，我们在顶上打 PVP 吧，我把你们拉到顶上去好了。好了，在顶上打 PVP 好吧 ？Let's go！ 你们是放不了方块的，因为这是256层，256层是放不了方块的，加油！这种情况很难打呀。啊！我真的没想到，我现在没想到你们会这么玩啊！三二一，开拳！哦，根本加不了血，宝贝们连起来加不了血。哦，加油加油 ，Let's go！ 哦，接接接接，你们不打吗？这个很恐怖的，加不了血的，打连起来的话。Oh no， 这不是我想看到的结果哎。难道我们又要使用万年垃圾的祭眼了吗？家人们，我不想这么搞，但是没办法呀。来吧，靠，兄弟，卡脚！呜！你们没有发现有人在围起来了吗？有人围起来了，你们不打那个围起来的那个人吗？还有三个人，还有三个人，哇，姐姐，还有两个人，追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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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！蹲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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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手松，兄弟蹲着蹲着，进去。好了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那喜欢看我们的视频的话，不要点关注，那么就下一期再见，拜。